装防霾网的时候要不要装空气滤清剂？我说天哪，你装一窗防霾网再装一个空气滤清剂，那你干脆把你家里的沙房冷天都整防霾网，那你空气滤清剂呢？我不晓得你还需要吗？但是你如果装一窗其他没装，你当然要装空气滤清剂啊。这有时候消费的选择是一个价值的分析啊。空气在浪费的这个我没办法做主，你们自己决定。嗨，你 DIY 门窗专家。